喺意外发生之后，劳工处嘅人员嚟到现场检查。星期五嘅上昼，启德城封到一个楼盘地盘嘅男工人，由六米高跌咗落地，救援到场将佢送到伊利莎白医院治理。据了解，事主大概50岁，当时正喺一个棚架上面工作，期间围身上面嘅安全带松脱，由六米高跌咗落嚟，佢嘅腰部受伤，身体怀疑失去知觉，送院时神志清醒。警方正系调查事件，并列作工业意外跟进。